书店大厅又将十号举办秋节典礼，市长范伟哲担任正献官，主委张建仁含有江庙代表，甲顾问担任陪祭，做伙祈求风调雨顺、气温清凉、天高日早日无去，市民健康安乐。一上两拜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二上两拜，祈求千年有会、万年英才。三上两拜，祈求净土和平、地灵地健。在我们对于妈祖的虔诚信仰，其实在台南市是宗教界的一大这个盛事之一。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台南市作为众神之都，那在中秋节以及在未来都能大家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喜乐。